堂唯一一個歌手唱同一首歌唱咗幾年，影響力就唔係淨係外界俾自己，其實自己每一日都影響緊自己。即係呢行，當你好嘅時候，個個都會黐埋你；當你唔好嘅時候，你會被遺棄啦。咁我就係記得蘇永康喺我哋個地位上面，其實佢唔需要行嚟同我講任何句説話。我身每一個朋友多多少少都會影響咗我自己嘅性格，譬如話我好姊妹啦，譬如 Steffi 咁樣啦，咁啊佢係一個好平靜嘅人嚟嘅，即係所有嘢都好冷靜啊。佢嘅情緒永遠都唔會有一百，唔會有零，佢只係喺中間，即係永遠都 keep 喺50嗰位，好calm嘅 ，EQ 好高喎，好高嘅。咁同埋佢處事係永遠都。冇所謂啦，就算暗傷心嘅，你又唔見佢喊；暗開心嘅，你又唔會見佢癲咗咁樣。咁我係一個好衝動嘅人嚟嘅，即係由細到大到而家都係。咁我係會坐言起行啊，或者係我好容易會將自己嘅情緒去到好終極啊。咁其實我同佢之間就冇咗個平衡，南轅北轍嘅喎，你哋係啊，但我哋有段時間，因為我哋一齊住。咁啊，慢慢咧就拉到由佢嘅50可能變咗70，我咧就100變翻即係90幾，貼近啲啦，貼近啲咁樣。咁即係係咯，即係所以其實身邊嘅人都不停地影響緊自己。即係呢行，當你好嘅時候，個個都會黐埋你；當你唔好嘅時候，你會被遺棄啦。咁即係少不免。我記得最難受係完咗 Cookies， 我入咗電台，由一個幕前。叫做第一步騰去幕後啦。當以前是記者的焦點啦，咁去到入咗電台之後，自然記者對你的興趣就會少咗。開始啲記者是不想影你哋嘅合照啦。不如俾 Steffi 影個單頭先，即係開始有呢啲，咁你自己開始知啦。原來是自己個知名度開始下降嘅喎。咁繼而就是出街啦，出街同啲姊妹出街，佢哋越嚟越好啦咁。開始啲人以前睇，可唔可以一齊影張相咧？去到你可唔可以幫我哋揸機啊？即係開始有呢啲。呢個我都遇過。係啊，我自己咧，我可能我好好勝，同埋我好任性，我就會更加我唔需要你睇，即係我一定會做得更加好。即係我有一日你係想再同我影相，你係會叫我影單頭，就我會咁樣。我諗我係堪稱喺呢一行唯一一個歌手唱同一首歌唱咗幾年嘅。因為合約的問題令到我不可能去唱一些新的自己的作品，所以唱了幾年去一些商場表演或者電台的節目啊，就是知每一個歌手出去表演就是希望唱新歌宣傳自己新歌，但是當每一次我要介紹我現在唱的歌是《他用愛迪士尼》，希望大家喜歡，由最初你會看到人們很熱烈拍掌，到往後你會聽到是這首啊你真的會看到又是這隻，或者為何還沒有新歌，即我聽過有些人在我身邊旁邊，你看到 Jackie 在做警訊即我只坐在他旁邊，他未必認得我或者不知道我是哪一個，即都會有，所以變相都過了幾年到現在7年之後有新歌宣傳，然後有些地方會要求我唱回他用愛迪士尼，他們的反應又不同了，即他們反而會哦，原來就是你唱的，咁或者對我的樣子很模糊的。我很深信呢行是有很多係好有情義的人嘅，咁我就係記得蘇永康，咁有一次咧就已經是 Cookies 的尾聲啦，咁大家好知道，行內都知道啦，未公布啫，即係個去向會係點樣。咁當時很明顯，我在隊入面又不是最標青嗰個啦，即係我一定是被包噶啦，我就記得去一個標的 event， 咁就撞到阿公咁啦。咁佢就其實在我哋個地位上面，其實佢唔需要行嚟同我講任何句説話，佢甚至乎唔可以唔同我打招呼。但係佢好專登咁樣走埋嚟講咗句：你唔好放棄啊！咁樣，即係呢啲就係好窩心。嗯，即係係咯，所以你喊我又係即正如我在那時最低潮，我的身份我是不可能認識到一些前輩，在一個新人來說，我因為一個活動而認識一位說者，還有其實很多前輩那時包括
石永哥哥啊、Raiders 嘅 Tango 啊、達哥劉燕啊，即係其實以我一個咁新嘅新人咧，喺呢啲冇公司嘅情況認識到佢哋，兼且佢哋喺我未有工作嘅時候幫到我好多啊，譬如介紹律師俾我啊，亦都俾佢哋嘅錄音信我去錄下 demo 啊，又或者俾一個空間我去教唱歌，令到我嘅收入可以穩定啲。即係我覺得當即係其實我諗我哋明白點解會咁感動，係因為當自己覺得自己嘅價值係接近零甚至負嘅時候咧，即係有一啲人佢哋唔係淨係俾關心你，直情係扶翻你起身，燃亮翻你心入面嗰個火。即係我想覺得嗰個影響力先至係更加大咯。嗯，係啊，即係我都未通過做難做訪問做到咁樣，係啊，我講落去先，即係。最開心同埋最後悔都發生喺 Cookies 嘅時候，因為可能始終係喺我嗰陣時十零歲嘅階段，即係一件好大嘅事情。如果俾我翻到大去翻嗰陣時，我會更加努力咯，因為嗰樣嘢嚟得太快，唔好簡單，點解咁易嘅？紅咗亂咁，即係係咁。咁你好唔識得捉緊，亦都唔覺得係咩一回事。到而家再有機會嚟嘅時候，我從來都唔會俾佢喺我手裡面離開消失。如果俾我翻翻轉頭，我會希望我會真係進修多啲音樂上面嘅，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我係好中意唱歌，但係我係 focus 喺唱歌啦同埋讀書上，但係反而我一路好怕樂理嘅嘢。咪雪姐講過一句説話，我記得佢話新人可能好多人都會經歷好似類似我嘅情況，不過會可能個程度不一樣，但其實最緊要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。咁就算有機會嚟到，但係你冇嗰個資格，甚至乎冇嗰個才能嘅話，俾到你，你都喺你手上面留神。咁我有時睇到好多新人嗰個氣焰啊，或者佢哋嗰種我而家即態度，態度或者因為公司就有廿個人捧住你嘛，即係個個都話你係最好噶啦，你而家最靚嘅，你係新人，你最好啊，全世界錫你。佢就逼到佢已經變咗，覺得係我一定係好最好咁。跟住突然見到佢咁，咁我可能即係經過嗰八年去哇睇咗好多歌手，你見到好 humble 嗰啲咧，到而家都仲係做緊或者係最好嘅。但你反而性格有缺陷嗰啲咧，就好快已經被淘汰。就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做呢行好緊要嘅一個因素。其實自己每一日都影響緊自己個心情啊，你嘅想法啊，或者其實那個信念好緊要咯。即係仲有出到嚟處事真係好多嘢，即係尤其我自己有一段時間係冇公司嘅情況底下，又好似係呢一行，又好似唔係呢一行，又未有一個即係對前路模糊嗰個階段，有一個情緒嘅低落期嘅，我真係好唔開心嘅。咁嗰段時間，都要靠自己去走翻出呢一個黑暗，咁所以影響自己最大嘅，始終最大敵人其實係自己，係啦，係啦，即係事物可以令到你嘅心情轉變，但係決定做每一步嘅，最終都係自己。